好多人啊，风平浪静的啊，外面起雾。昨天出去跟师傅出去啊，那个操控台那边倒档给坏了，今天下来的比较晚，然后叫了个师傅过来修一下啊。修得好的话就出一条，修不好的话就直接回家，只能再想办法了啊。下来了啊，机头打开修一下，修好了啊，出去浪一下，船修好了啊，外面还是起雾，跟开飞机一样快，冲啊冲啊，咕咕脚链杆地上两条，哦，水大水流大水深，拉个咕咕脚都这么费劲，哎，看见没有，咕咕脚链杆300块钱一斤的村子，钓这个玩意儿亏死啊！又起大雾了啊，白茫茫的，咕咕叫，一会儿就得了十多条，我看今天能不能把它给钓完。来，赶紧的啊！来大雾，这条大，什么东西这么有劲？哇，那根里面也有。大孙子，大孙子，来带条大孙子，两三斤的大孙子，来来，哦嘿，哦，刺激刺激刺激，啊，来来来，来来，哇，哇，啊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大哥起来，哇，大孙子，哇，大黑雕，哇哈。看了啊，哇哈，哦，大一斤多，矿泉水瓶在旁边都是小弟啊，都是咕咕脚啊，哦，几把杆子都没放在水里，全部都是在上面的啊，哎，一会儿就钓了十多条，厂里还有十几二十条，很多呀。这样看一下啊，多不多？哦，这条咕咕脚大啊，这条咕咕脚可能有半斤。又上货一条啊，一斤多的大黑雕。哇，哦，这。我拉了一会儿，直接爆枪，爆枪啊！外加爆枪啊！时间还早，这条有点大，这条大顶不起来，一动不动的。哎呀，来来来来来来，我看什么东西，大村子，大村子来，大村子，来条大村子，哇！我会跑偏，哎，我现在是矮腰鱼，看，难怪我奇了怪，啊，完了完了！来，过来呀，大哥！哇！不大，也就几斤，也就几斤。哎，赶紧过来！
游过来呀，大哥。哇，一位大蠢子，大黑钓，大黄子。哎呀，哇，外面一根子，好长。好，看见没有，一根大刺。鱼不要多给捡了，等我扎到了就完了。哎呀，捡到都不好使，我还以为把捡到了。哎，好，安全第一啊，这不是开玩笑的。好啊，早餐。哎，鱼我还没接。爆餐啊、哦！不要问，问就是爆香啊！黑钓，大黑钓！哎呀，大鱿鱼！朋友们都弄完了啊、哦，那些鱼都处理完了。因为相机没电，然后手机忙着弄鱼。都是鱼腥味，就没拍。估计啊，10斤，两条黑钓2斤，一条鱿鱼3斤8，将近4斤。今天总鱼货差不多15斤吧，算到15斤啊。早上一直钓到中午12点，然后看着水流出去的，下午就钓了3个小时，钓了这么多。但是估计不怎么值钱，我还是喜欢去钓黑钓黄刺鲈鱼，那个1斤100块钱左右的啊。估计才那个40块钱、30块钱，大的40，小的30，那个有点不划算，毕竟是300块钱的村子啊。明天就没天气了啊，接下来又4、5天没天气了，那这4、5天就出去打打野。我看那个些视频，小龙虾都出来了啊，我明天去看看，看小龙虾有没有啊。那今天就先这样，咱们明天继续啊。